看看新闻网。张婷前绯闻女友张钧甯就一改从前低调态度，不时在微博晒出与何润东的暧昧照，两人被传恋爱的消息也不胫而走。日前还有媒体直击张钧甯、何润东深夜一起相约吃宵夜谈心。8月27号，在张钧甯主演的电视剧《童话二分之一》首播当天，何润东更是发微博表示：“今晚我哪儿也不去了，关机躲在家里看《童话二分之一》，@张钧甯 ，You are the best， 你是最好的。”对于这段恋情，双方当事人目前都还没有出面做出澄清，但是心急的网友们却纷纷率先送出了祝福，撮合两人在一起。